留在身旁，远呀远，轻轻一声时光，世事白月光，我伴着天亮，留下你用情百计千方，是我说了谎，人爱已荡气回肠，却唯独不敢对你声张，只让我独自品尝没有你的时光。我不知不知的悲，红秀，你怎么来了？奴婢来陪您一起回大夏。跟我一起走？嗯，公主，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您。您现在失去了大王，你再自己一个人回大夏，如果我不陪着您的话，那岂不是全世界都把您抛弃了？奴婢永远不会抛下公主的。你别冲动啊。这不是冲动。奴婢知道大王可能骗了您，虽然不知道他骗了您什么，但是骗了就是骗了，我支持您回大夏。公主对我这么好，我舍不得你。你很忠心啊，红秀。红秀，那封信的内容我看了，你真的要走吗？你当真想陪他回大夏？嗯。小红秀，你能有这份心，我非常非常感动。但是大夏对于你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跟我刚来到画兽是一样的，所以你还是留在画兽吧，这儿才是你的家。公主。刘君，红秀啊，她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我相信你也一样，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的。爱就要勇敢，你不能再犹豫了，好好照顾红秀吧，只有把她交给你，我才能够放心。我自己的爱情没有圆满，你们能圆满也是对我的安慰。还有，帮我跟白珂还有蝴蝶传个话，让他们两个别再闹别扭了。两个相爱的人错过了，才是终身的遗憾。好好珍惜彼此吧。好。走吧。你抓着我的头发，就知道我在旁边，这样是不是能安心一些？我在你手上绑了一个铃铛，以后你如果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摇一摇它，我就会及时到你身边来。
好了，这是什么？这个在我们这里叫星宿，从今天开始它就是专属于你的星宿。我想让你日夜都能看见它，让它和我一起守护着你，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那日为什么要带我去看那个星宿？因为那个星宿的名字是奎木狼。我早该发现的，李兄就是鬼木狼。走吧。到了。原本以为我们今天就可以回到大夏的，就是他，跟我梦里梦的一模一样。原来你一直都在欺骗我，而我一次又一次的相信。对不起，之前是我一错再错。但是今天我会亲自结束这一切，送你回去。希望可以像你说的那样，等你回到大夏之后忘了这里的一切，也忘了我。就是从这儿把我带过来的。是。那我从这儿就可以离开花手了吗？是。仿佛奇花瓣片片成雨，落朝夕昏黄万千回忆，许我满心欢喜的是你。我真的走花
惜的也是你，一抹是你的名字守在星空里，一目转身相隔千万里，一抹相思一抹恨，暮暮间是你深陷在有你的朝暮里，一幕是真心，一幕是心机费尽，一幕一不解是你身影。再见，鬼木狼。相思话，万物万物皆是你，沉迷在有你的幻境。公主，你回来了。嗯。快还宫面包。是。公主，您在花寿的时候说过，我们一定会在大夏相见的，对吧？嗯。我回来了。您是自己回来的吗？春儿没有来。哦。皇后和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公主，我们回家。大王，王妃的传令下去，以后宫中再无叫奇葩之人，也再无花寿王妃。是。红袖，红袖，公主，公主，公主，您不舒服吗？
我可能是睡得太久了，有点懵。哦，您昨天晚上回来呀，跟圣上和皇后说您去了一个叫化兽的地方，和当时马将军说的一模一样。当时啊，我们都以为马将军疯了，现在呀，可算是真相大白了。你们不相信也是正常的，那个地方你们永远也去不了。公主，那个地方可怕吗？他们有没有欺负您啊？那里一点也不可怕。那里有一群很好的人，又热情又善良，跟我们大夏一样。那公主，您在那儿有没有偶遇爱情呀？遇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没有。那真是太遗憾了。不过公主，告诉您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我也是，咱们就可以继续做两只愉快的单身狗啦。果然是我母后培养出来的，是我熟悉的语言风格。公主，饿了吗？上早餐。公主，昨天呀，御膳房知道您回来了，今天准备的呀，都是您最爱吃的。开不开心？我这是怎么了？回来了应该高兴才对。我一直以来最想要的，不就是回家吗？开心，我回家才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我当然开心了。公主，你，我什么都不想想了，本王妃，本公主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开荤了。谁想天天吃素？还有那个破烧鸡，我都快吃吐了。看看我们大夏，各国美食应有尽有，傻子才不想回来呢。娥皇，奴婢在。给你一顿早膳的时间，帮我安排美容护肤、媒体，还有水疗歌舞，一条龙都给我安排上。我要享受回家以后的愉快人生。遵命。时间能冲淡一切，七八，你可以的。红袖，刘君大人，公主已经回娘家了，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吗？我不是来找王妃的，我是来找你的。找我？王妃离开了化兽，现在寝宫无主，我想问问红袖姑娘之后如何打算，想分配到何处。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想守在这儿，每天给这儿打扫打扫，布置一下。万一哪天王妃原谅大王了呢？他突然就回来了呢？柳娟大人，我可以不要月钱，吃住费用我也可以自理。我就是想守在这儿，等公主回来，哪怕只有一点可能。别哭了，这么伤心难过的话，等王妃回来她也会难过的。王妃真的还可能回来吗？一定会回来的。
你哭丧个脸给谁看呢？没有，我就是心里不是滋味。不就是因为奇葩走了吗？依我看，走了好。我倒是觉得，王妃这一走，宫里就冷清了许多。应该是安静了许多。是无聊了许多。是正常了许多。你这人怎么这么爱抬杠啊？是你一直在杠我好不好？你个杠精。哎，你刚刚说那个词儿，那不是王妃爱说的词儿吗？蝴蝶，你嘴上说你不喜欢王妃，其实你早就被她影响了。我没有。你就有。我说没有就没有。你有。我没有。你有。我说你别不承认啊。我没有。你本来就是有嘛。没有。你就是有。我听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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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哎呀，你就是有，你就不要再抵赖了。公主，这两位师傅呀是刚从暹罗请过来的，您觉得怎么样？嗯，不错不错。哎，咱们下一项安排的是什么？逛街。走。公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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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奴婢直言，应该不会是失恋了吧？臭丫头，瞎说什么呢？本来就是，您看您这又是疯狂购物，又是逛街做美容的，这么大量、集中、报复性消费，这除了失恋后遗症，还有什么呀？少说废话，跟上我就行。哦。姑娘，买玩偶吗？姑娘喜欢狼啊，有眼光，买回去抱着睡觉可趁手了。我给您包起来。要吗？不用了，谢谢。价钱好说。哎哎，姑娘。我的记忆都是关于你，贪恋你的微笑，温暖气息。也许是我有一些贪心，拥你在怀里不愿意分离。时间抹去所有的回忆，用尽力气我把遗憾藏起。或许分离早已经注定，一不小心我却丢了你。您刚说要找什么呀？公主，这什么呀？好难看啊，这不是您的品味啊。我不认为。
公主说的是。公主，你要去哪儿啊？我去找马英雄，你不用跟着。哎，公主。我曾经以为喜欢奇葩是我自己想这么做，绝对不会奢求一丝回报。这几个月您未曾有过的快乐和肆意，属下都看在眼里，因此我时常感激王妃。您为画兽付出了所有，唯独喜欢王妃，是您此生唯一为自己而做的事。可是这份感情终究不属于我，既然已经做了选择，就无法回头，也不必后悔。苏大人，我那日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奎木狼有两副面孔这件事化兽城中无人知晓，如果我们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让化兽城中百姓知道他们一直敬仰的大王其实是一个因为修炼邪术导致面容改变的恶魔，我们一定能一举拿下奎木狼。怎么，苏大人觉得这件事不可行？多是老夫忠言逆耳，只是你的想法未免太过于天真。我知道苏大人是制药的大家，五年前我们功亏一篑，这五年我相信你也有了新的动作。王爷，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即便没有你的相助，老夫也可以独自战败奎木狼，所以王爷，老夫觉得这笔买卖并不重要。苏大强，你什么意思？王爷，不要着急。既然西娘带你们来见老夫，那老夫也不会对你们做事不礼呀。老夫觉得，你以后不要意气用事，一切听从老夫的安排。听苏大人这话的意思，是想让我做你的属下？是。我可是堂堂化兽王爷，那又如何嘛？老夫已有必胜的把握。至于奎木狼这点秘密，对老夫来讲并不重要。所以王爷，你能给老夫一个什么实质性的助力呢？看来王爷还是愿意相信老夫的，老夫心中很是感动，大敌当前，还是希望王爷一切听从老夫的安排。好，苏大人，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春儿，我好想你啊。公主，末将不知公主前来，有失远迎。末将这就以身报国。哎，算了算了算了。哦。这就是你心目中的春儿？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你眼里的西施就这样啊？我原本以为你也是品味卓绝之人，想不到
你也如此不懂艺术。你还有多的吗？给我也整点。有。来，拱手。公主，您这是？这是什么呀？这是，跟老铁喝酒，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啊。你说说。你每一天都画初二的画像，想必你一定很想他。当然想了，这异地恋也太难了。春儿也非常的想你。真的吗？公主，您说我和春儿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吗？一定会再见的。这不是你善意的谎言吗？你爱信不信？公主，这不是我故意不相信你，而是这个奎木狼他之前说什么都不把您放回来，他现在这么轻易就让您回来了。这你们该不会吵架了吧？还是话说有什么变化啊？我的春儿没事吧？啊，不行不行，我要回去救我的小春儿。哎，等一下啊！紧张什么？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我，我再也不想见到奎木朗这个人了，甚至连名字都不想提起。哦，那我就放心了。什么叫放心啊？蛮英雄，你会不会说话？嗯，公主。这灰太下不是您一直以来的心愿吗？这昆布狼好不容易把您放回来了，这难道不应该开心吗？对吧？算了算了，跟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聊天，等于白说。我又说错话了？没有，我是觉得吧，在花兽生活的那段时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劲。是啊，公主，其实我特别想念春儿，还有花兽那帮人，那个柳君，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但功夫还行，还有蝴蝶，白鹤，他们的武功也还行，还有一直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丫鬟红袖，她其实不比娥皇差的。说实话啊。有他陪在您身边，我还挺放心的。哎，公主，你怎么哭了？您是不是也想念花兽的生活？哎，也是。除了奎木狼，奎木狼怎么不好了？啊？不准说他不好。哦，那你为什么回来？啊？我那是想家，我想回来不行啊。哦，你说啊，如果一个人他骗了你，但是你又很爱很爱他，那你会原谅他吗？谁啊？奎木狼。他敢骗公主，我这就去化兽灭了他。你站住。啊，你去得了化兽吗？还想灭了他。其实公主，奎木狼这个人嘛还挺可靠的，我不说别的，就我在化兽这段时间，他就救了公主两次。你竟然还敢对奇葩有非分之想。但是他肯定是为了利用我。他敢利用公主，那墨将再也不和他讲话了。可是他
那有的时候为了救我也是几乎豁出自己的性命，应该也不算利用吧。只要你不动他，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倒想看看你究竟能为他做到何种。李兄，奎木狼此举爷们儿。所以说他其实对我也挺好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啊？不行，毕竟公主是受人所骗，心中肯定愤怨难平，不能就这么回去，对吧？说的对啊，本公主不能失去本公主的威风。对，我不能恋爱脑。就是公主，我支持你，哪能有咱家好啊，是吧？算了算了，我回去休息，你自便吧。就走了？再喝点嘛。大王，大王，您接连受伤，本就对身体消耗巨大，还要给灵泉施法，再这样下去，恐怕您比先王的寿命还要。灵泉的水快要枯竭了，本王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刘君，你去把长老们叫来大殿议事。大王，不可。快去。大王，柳君跟随您身边照顾多年，蒙大王不弃，才有了属下今日。属下从未放弃过希望，直到现在，属下还相信大王与王妃一定能重修旧好，大王定能重新夺得灵珠。恐怕是修不好了。大王，您真的要放弃王妃？真的要放弃灵珠吗？那你告诉本王要怎么做。刘君，你如果还拿我当大王，就别废话，赶紧去。是。我们的御魂丹炼制成了，恭喜主人，大业将成。新娘，就按这个方法炼制，用不了几日，我们的御魂丹数量就会大增，到时候我们就按计划实行了。
是你身